学习可惜不是你的吉他弹唱。首先，请大家翻看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课。好，那么我们的曲谱上呢，它是 C 调四四拍的。好，那么我们呢，可能女同学唱呢，就感觉会很低，所以呢，我将我们变调加呢加在了四品，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一个适当的一个品位去加一下。好，那同时呢，你就不需要加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块来看到我们的一个前奏部分。好，一个 F 七和弦。好，那大家先按住。好，那么呢，第一拍呢是我们三四弦的一个双音。好，我们一二拍。好，我们后半拍呢，用我们的小指呢去按住我们的一弦的三平。然后呢，我们的第二拍的前半拍呢，松开我们的小指就可以了。好，下一个是我们的 G， 啊 ，G 和弦呢在这儿呢，我们用我们的小指去按住我们的二弦的三平。好，那么再往下看我们的 E、M 和弦。这样呢比较简单一点啊，就是同时弹响我们的三弦六弦，然后呢再用小指去按住我们的二弦的三品，然后分开，然后又是我们的 AM 和弦啊，同时弹响我们的二弦和五弦啊，这个很简单。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又是我们的一个 F7。 好，在这儿呢，我们弹完 F7 呢，换到我们的 G 和弦。好，然后呢用食指去按住二弦的一品，然后最后一个 C 和弦。好，那么我们再一块来尝试一下。好，那么这个呢，大家都练习一下就可以了，其实也很简单。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歌部分。这呢，我们整个呢都很简单，就是注意一下我们 AM 和弦。好，按住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熟悉的 C 这里呢，我们的第三拍和第四拍呢是要用我们的这个无名指按住我们的六弦的一个三品，然后呢第四拍的时候松开我们的我们的食指。好，这个注意一下。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的一个 F7 和弦。想做的几点都是在放映。好，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的 DM7 和弦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还是用无名指呢去按住我们六弦的三品，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零音，大家可以看到第三拍的一个后半拍和第四拍的前半拍。好，这呢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好，这呢我们第二拍呢有一个七弦二弦的一品。好，弹响空弦了，试着去接上它就可以了。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不想是我们难过的成就。好，这呢 C 和弦呢是我们的双音，很简单。好，我们再往下看。刚才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呢第四拍松开我们食指就可以了。好，再往下。这样的 DM7 和弦和我们刚才的那个弹法也是一样，再往下。
这个地方呢，跟我们刚才的那个 AM 和弦是一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机械。好，再往下看。第四拍当中只去按住我们的五弦二弦就可以了，同时再弹响二弦。好，那么再往下。好，在这呢也是同样的，第四拍用我们的中指按住五弦二弦，再往下。这呢，我们的 G 和弦，这个第四拍呢也是按住我们的五弦二弦，再往下。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经成遥远。好，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 F7 和弦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弹响的是二三四弦。好，再往下。等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在这儿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G 和弦的第三拍，需要同时弹响我们的二三六弦，然后呢，我们的第四拍呢是同时弹响一二三弦。好，再往下看。好，这呢，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 G 和弦呢是用小指去按住我们的二弦三品。好，再往下看我们的一个 EM 七和弦。这个呢都是双音，很简单。再往下，在一起早晨总是难忘。好，在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C 和弦的时候呢是同时弹响一弦五弦，然后就是后面的双音。好，在后面一样。好，那么再往下看。小指按住我们的二弦三品。好，再往下。好，注意一下我们 EM7 的按法，用小指按住我们的二弦三品。好，再往下看。温柔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第四弦呢有一个击弦，好，就是弹响空弦呢去击响我们的四弦二品。好，那我们唱到这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遍，然后呢再返回到我们的主歌部分，一直返回到这儿。返回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小节啊，就是我们的下一页。好，当我们返回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第一小节呢这个 C 和弦呢省略掉，然后来弹我们的后面这一页的这个 C 和弦。好，大家看弹法都一样。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在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 EM 和弦的时候呢，大家看到有个一弦的三品，大家可以去按一下。好，那么再往下看。一弦的一品啊，就可以用我们的食指呢，同时呢按住我们一二弦一品也就可以了。最后呢一个 C 和弦同时发音。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首歌曲啊，其实呢都很简单，没有太难的地方啊，大家多练习一下也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